来了。哎，你一个人吗？年轻这么年轻，这个发型剪得可以啊。啊？这个发型剪得可以。就是太细的时候。怎么小子回来了？啊？怎么小子回来了？回来，戏不是没有吗？我这没戏吗？我就让跑了，一共加起来是八天嘛。去了多久？去了。我拍着视频的。去了一个月。有一个月了？啊，对啊，一个月嘛。下面还有东西吗？就这一个。就这一个，没有了吗？没有。我说有，我能帮你拿的话。哎，这也成。那个黄军师回来没有？就是他升级了。他升级是什么级？他做厨师了嘛，在那里面就给人家烧菜了，有什么原因？那洗个澡，先洗个澡。嗯。太热了，今天。今天确实热，我先放一下。放，随便放在哪里，随便。休息一会儿，吃饭没有？这边。嗯，倒点水，倒点水。哇，盐吃的这么盐，这你的？你给我买的啊？多少钱一包这个盐？这个19嘛。哦，你给我买这么贵的干嘛？不一样，这是另外的。听说你买了新手机了？嗯。买的，我看一下多少钱。我也买新手机了，华为。你对，就要买华为。我姐说买华为嘛。对。这个好用的买。看一下效果。不行。这个能剪辑吗？比我那个手机好点。可以。好点吗？可以，我看一下多少 G 的吧。嗯。三十二。三十二加四行运行吗？那没有多少钱了，这个三十二加。260那个1200。64的。啊？64G 的。这么多吗？嗯，64G。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的？坐车就去刚到嘛，所以我就让你去那拉面馆吃点面嘛，所以你说11点钟来把门给锁了，没有开了吗？嗯，没开了。现在回来又怎么打算的了？打算？有没有打算？有。怎么打算的？啊？怎么打算的？真正的去学习吧，去学习一点东西。怎么去学？就是略功夫啊。然后就是看看文化，然后就是修养自己的内心，就修养一下嘛。不是这方面的打算，跑不跑戏？跑戏啊。就要坚持跑戏。啊、对对对。嗯。然后直播了。直播暂时先放下吧。先放下。嗯，暂时先放下吧，先有个基本功了，然后就是调整自己的心态了，再叫自己语言表达，再去。再过几天再直播，把心态调整一下。对，调整一下。调整一下。啊，看我缺哪一点，所以我在那个看嘛，所以这方面也不是那么容易的。这段时间你过得开心吗？在向上过得开不开心？没那么压力啊。没什么压力啊。啊，没什么压力啊，因为在这边嘛，就是前马虎后怕狼，然后就是不知道明天怎么那个，所以。反正我也没事，一直有事压头底下的，没事。想不想横店？在香山的时候想不想？怀不怀念横店？没有什么怀念，我就感觉就是说，横店就是人这么多都是人才。嗯。我也是人才，但是我是个宠人才的宠，地下的宠才。我也这样说自己说不值钱，其实我不值钱，别人就是感觉我。不值钱的，他哪有那个精那个发光点在哪里？嗯，他看不出来。先泡后面吧，饿了先泡后面，泡了洗个澡，好好早点休息。嗯，我回评论。